设计师希文入行超过十年，2017年创立设计工作室。近年佢积极参与唔同嘅室内设计比赛，得到业界嘅认同。今集我哋就睇下希文点样演绎两个500几尺嘅空间啦。作为一个设计师咧，我觉得设计系唔需要有一个特定嘅风格嘅，因为其实每设计每一样嘢都会有一个故仔啦，有一个背景啦。咁我哋系因应个背景同个故仔去 tailor make 一件最适合佢嘅嘢俾佢。其实喺装修或者室内设计嗰度啦，系有一个惯常嘅风格。见到好似以前啦，其实就兴北欧啊、日式啊，但系而家开始个趋势就会可能极简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其实都有一个惯常嘅潮流，吸引人嘅话就系做翻自己应该要做嘅步伐，做翻应该适合嗰个单位嘅嘢。屋主里面的需要的东西，那些人就会留意你了。先看个家庭客户作品，位于港岛东的老牌屋苑，实用面积560平方尺，属于左右厅积，原积有3间房，其中一间小到放张单人床就完了。比例上房外面条走廊和细房面积相若，新设计希文会玩些什么呢？咁今次我哋呢間屋咧，其實想俾人個感覺有種前衛啦、唔老土啦。前衛唔老土嘅單位就係要有一啲我哋未見過嘅，冇人夠膽做，得佢夠膽做嘅，咁就係前衛啦。喺香港嘅市面啦，其實好少會見到有個全紅色同全橙色嘅浴室同廚房啦。咁所以今次我哋想做呢個設計時，你會對呢間屋好深刻嘅。入去睇下有幾深刻先。新設計兩大重點，第一係玩顏色。白色拼红色和橙色，形成一种很特别的气氛。第二就是玩个积，将原积的厅房间隔推倒重来。新间隔都是3房2厅，一厨一厕。不过每个空间都好用了，视觉和感觉都大了，设计的嘢真的好神奇啊！哇！今次呢間屋咧，就咁睇係平時我哋嗰啲好和諧嗰啲白色灰色啦，但係你今次係玩香港奇色喎，喂！個廚房係紅色嘅，我喺香港真係未見過呢個設計啊！咁大對比嘅，點解？喂，呢個係屋主嘅主意定係你嘅個人主意先？其實呢個就係我有好大嘅主意放我落去嘅。咁但係原本咧，其實咧户主佢哋中意灰白色極簡約嘅。嗯。咁我就覺得啊，假如喺極簡約嘅空間，點樣可以令到佢 highlight 到佢咧？我諗到啊，其實一個 two tone 嘅顏色設計，其實可以帶到俾呢間屋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同埋好深刻。同埋我覺得係一個好前衞啦，佢哋都可以接受到呢件事，仲要係唔老土。咁一般老土嘅話，其實你會見到都係用一啲更加血紅色、鮮紅色嘅嘢，就配搭一啲白色啊或者其他顏色。今次其實我哋嘅做法就可以洗走呢個嘅感覺啦。老唔老土呢啲嘢就好個人咯，即係佢覺得前衞，點知我哋覺得老土咁就難啲咯。我感覺上咧，你要揾啲紅色嘅物料咧，其實真係好難。你如果講紅色，我會諗到係可能以前嗰啲大酒樓嗰啲紅色啊，係啦，啲鮮紅色啦。咁你而家揾嘅唔係一種通嘅紅色啊嘛，你係連嗰個櫃啦、個天花板啊、地下嗰啲紅色都係唔同嘅喎。紅色嘅物料其實唔多選擇，咁所以我哋就揾咗同一個色通去配搭咗佢咯。咁但係你唔會有違和感，你會覺得個感覺好靚咯都。除咗呢個紅色嘅廚房之外，我留意到咧頭先喺玄關咧，你上面特別整咗一個灰色零立立嘅牆紙喎。其實因為我哋想去入到嚟有一種分隔個空間，咁嚟到呢個就好反差，咁所以就做一個銀色嘅牆紙落去啦。咁佢有反射，咁有折射嘅話，入到嚟我哋會覺得同出面有啲少少分隔咗，又另一樣嘢，哇咁樣嘅感覺咯。咁呢個咧一開門見到呢支係咪晾衫竹嚟噶？呢支其實唔係嚟嘅，但可以咁樣用啦，因為講笑嘅。因為其實我哋想個燈嚟嘅，其實想折射翻上面，有啲反射翻落嚟，令到佢唔會直接殘到咯。呢個奇色廚房。橱柜提供了不同大小的收纳空间，方便将物品分类摆放。 U 字型台面设计，令煮食、洗碗和储藏组成一个三角动线，用起来就手兼空间充足。剛才导演就困了我在厨房，就要感受一下。其实我就觉得这种红色留得久，感觉是
好熱嘅個人，唔同嘅燈光位咧，我都試過。其實咧就除咗特別係中間呢個位置，你可能切菜啊、煮飯啊，睇嘢係比較清楚啲之外咧，其實去到某啲位嚟煮飯呢個位咧，就算開咗燈啦，都覺得係偏暗嘅。我係成日喺廚房嗰度煮飯啊、工作嘅人嚟嘅，燈光就好緊要啦。其實咧你見到喺個客廳嘅位置，其實我哋有啲半合約嘅筒燈咧，其實我啲燈係可以再將佢折射翻入面嘅。咁呢個就因應佢日後需要，我哋就可以再靈活去活動咯。試過一種咧，就係我哋客廳嘅燈熄咗之後，哇出嚟嘅效果咧好有 feel 喎！個廚房咧變咗好似酒吧咁，你睇呢一個。吧台其實係完全想咁樣挨住，最多都是開杯紅酒，同埋咧就係煎塊扒就算啦。即如果我留喺呢個空間，其實我都唔係好想煮飯噶啦。紅色嘅廚房咧，阿設計師話其實佢上網揾咧係冇乜資料嘅，香港基本上係揾唔到嘅。咁所以我陣間決定咧就喺呢個紅色嘅廚房度打卡，大家以後 search 香港紅色廚房就會見到我個樣啦。廚房旁邊係另一奇色。全橙色的浴室，牆身、櫃面至到地下都是橙色通，其中一幅牆用上另面瓷磚，感覺更立體兼有層次。在呢個橙色的廁所裏邊留了一陣啦，咁起初我都以為我在入邊自己梳頭啊、化妝咧，個感覺係幾舒服的喎。我開頭都諗住驚，哇會唔會照到我好似變咗黃面婆咁？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出嚟個妝都好似 OK 啊。就算沖涼花耐啲嘅時間咧，其實就唔係話好在意洗手間其實係啲咩顏色嘅。仲有我咁啱咧，最近去完泰國旅行咧，住咗間酒店咧，其實佢裏邊嘅設計咧都用咗啲好大膽嘅顏色，尤其是呢個廁所。它用的橙色是跟這裡一樣的，所以我覺得現在這裡其實真的挺前衛，而且現在就是流行這種色調。看完這間屋的奇色，就要看它的奇蹟了。我想看都挺多改動的，本身門口進來應該是一個廚房，但現在改了做儲物房，為什麼有這樣的改動呢？因為佢呢個位置好細啦，咁我哋覺得咧就應該適合做一個儲物嘅空間，咁就入到嚟咧就唔需要喺個廚房好似喺呢個位置隔開咗咁，咁同埋我哋咁樣做嘅話就可以放翻個玄關櫃俾佢啦，咁亦都入面可以有大量嘅儲物，咁變相佢出面嘅嘢就可以放曬喺度啦。嗱，我見廚房咧而家搬咗去以前呢一個嘅飯廳位咧。大了很多喎，好用喎。係啊，因為其實舊底呢個位置是飯廳嚟嘅，咁而家我哋就將佢改到咗變做廚房啦。咁用個大玻璃間隔，可以隔到油煙之餘，你會見到呢個空間係好似列入咗一齊，但亦都係 perfect 佢廚房，同埋個顏色會更加出。仲有咧，呢個客廳加飯廳咧，本身嗱呢度客廳同飯廳啦，而家改動咗啦。變咗咁樣，就客廳喺度，飯廳又喺度，咁呢啲位點樣偷出嚟嘅咧？咁本身前面呢度係縫牆嚟嘅，咁佢裡面本身有間房啦，咁我哋就拆除咗，咁而家變相呢個飯廳同客廳咧就可以用傢俬分隔翻呢個空間出嚟，咁變相佢哋個活動嘅空間會大咗好多，同埋會舒服咗。好啦，行到嚟而家呢個飯廳位咧，本身其實是睡房嚟嘅，咁而家拆咗啦，改動咗啦，有好大嘅變化喎。係啊，因為其實舊底咧呢個位置係個走廊位啦，係。咁嚟到呢度啦，咁呢個位置就係間房，係。個門就喺呢度啦。咁跟住咧，我喺呢度再行前啦，咁呢度轉彎入去咧就係一間房。咁我哋再篤篤先間房嚟。其實舊底去每間房咧，你放到張床放唔到衣櫃，放到張床又頂住個櫃，行到又係頂住咗呢個位，咁所以其實好鬼逼傑。咁所以其實佢呢個位置之前係俾條路去霸咗嘅。哦。咁而家就釋放翻個空間出嚟，所以你會見到呢個空間就大咗多啦，正正方方。一啲舊樓咧，其實已經有三四十年歷史啦。好多時候你會覺得好奇怪，點解嗰個位置會係一個走廊，跟住有咁多道門都集中喺嗰度咧？咁今次咧就設計師就釋放走廊，釋放走廊，釋放走廊。今次我哋嘅户主啦，其實就係一對夫婦啦，有個 BB 啱啱出世啦。其實佢哋要求就想個廚房嘅位置大啲啦。咁佢就覺得本身嗰個飯廳同客廳嘅燈光嘅光線唔足夠咯。咁而家我哋就做咗啲改動，就解決咗呢啲以上嘅問題。做小朋友嘅房間咧，首先要考慮兩樣嘢，安排小朋友日後嘅情況係點啦。咁好似啱啱呢個例子啦，小朋友啱啱出世，咁其實佢哋有好多空間裏面都未需要有，咁但係亦都需要考慮翻佢大咗嘅情況。咁你見我哋其實都會預留翻一個書台同床嘅 size 俾佢啦，咁供日後佢哋要加設嘅話，其實都可以方便加設到。主人房咧，今次就特別用翻女主人喜歡嘅白色啦，同埋灰色啦，亦都有女主人最希望擁有嘅包包櫃。
咁啱你瞓喺張牀度咧，係可以望住嘅，咁就可以時刻提醒個老公啦。咁上下時間就要添置啲包包擺到嗰個櫃度啦。其實除了顏色之外，我特別留意到就是這間屋是多了很多層次，因為做了很多一些弧形的線條。本身有些位置有橫梁，廚房的位置有些陣在那裡，其實我們這樣就可以修飾了它，變相將個空間劃一回去，看到一些弧形的線條，其實就想在一個飯廳客廳，你很明確地看到一個空間，而玄關一個空間。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所有位置，其實上面都有一個木天花板。今次裝修我哋費用其實就89萬啦，除咗而家有天花嘅木工啦，我哋喺外面有搭棚護壘窗啦、總喉啊，其實一啲叫做唔係設計上見到嘅嘢咯。咁我啲其實係一啲舊樓嘅物係要做嘅情況咯。呢間屋如果十分滿分嘅話咧，其實我都會俾9分啦。咁至於爭我1分咧，純粹係因為顏色上面可能有啲人自己中意其他大膽啲嘅顏色都可以放落去咯。咁我自己紅色嘅廚房咧唔係唔得嘅，但我就會淨係愛嚟。好像剛才那樣說，只是喝紅酒和去舉牌。